表明未婚亮证据，身份证竟然有诈。听到一些耳语就说，哎，这个机师其实已经已婚，这个机师马上拍了身份证的背面，配偶栏的确空白，突然接到一个女生的电话，你跟我老公在交往，你这个小三，他有一个弟弟是未婚，配偶栏是空白的，父母都一样嘛，拍弟弟的身份证背面来给那个女生交代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